بسم ا ل ل a ا ل ر a م ن ا ل ر a ي 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 ا ل ص a ا u والسلام على محبدي س a م a ل ل ه ع ل ي h وسلمه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。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好！在此，我们一同来学习《古兰经》当中的一些章节。我们呢，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应用到它。首先是开端章，为什么叫开端章呢？这一章章节是在我们的《古兰经》的第一章。 叫开端章，在之前我们学习的圣经当中呢，也有记载，它是尊贵的、被重复的七节经文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七节经文的意思：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，一切赞颂全归安拉，全世界的主，至仁至慈的主，掌管报应日的主。我们只崇拜你，只求你的佑护。 求你引导我们上正路，你所救助者的路，不是受潜入者的路，也不是迷雾者的路。这就是古兰经的开端章的七节经文。奉安拉的之名，即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以安拉的尊名开始，包括安拉的所有的美名。安拉，也就是我们说的真主。 唯一的应受崇拜的主宰，他具备了一切的完美的属性，也就是所有的神性。至仁至慈的这两个尊名，证明清高安拉具有包容一切的伟大和仁慈，也有对于追随他的引导者、敬畏者的特别的慈悯。一切赞颂全归安拉，用安拉的完美的属性去赞颂安拉。 一切完美的赞颂，都只归于安娜，全世界的主，即安拉是养育众世界的主宰，赐给他们的恩典。他创造了人们，供给人们给养，引导人们走向今后两世的幸福，并让他们呢远离各种伤害。众世界的养主，他独自创造、支配、赐福，他是富足的。整个世界各个方面都需要他。 这里呢，众世界呢，指的是除安拉之外的一切的被造物，人类世界、精灵世界和天仙世界，这是我们伊斯兰里面所种植的三大的群体。报应日的主，即安拉，具有各种权利，如命令、禁止、赏罚，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支配万物。报应日的主，即复生日。 在那一日，人类将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我们只崇拜你，只求你佑助。意思是我们只崇拜安拉，求你佑助。我们不崇拜安拉之外的任何物。求你引领我们上正路，即指导我们、引导我们，使我们顺利踏上正道，认识真理，并且实践真理的道路。走上能使我们平安的到达。 安娜的天堂的坦途，这是最前面的对众仆人有益的祈祷词。因此，人们用此在礼拜中向安娜祈祷。你所右助者的路，安娜右助的人指众先知、烈士、青年的人，不是受遣路者的路，即犹太人，不是，也就是说，不要走犹太人走的路。他们明白真理，但是呢，没有实践，也不是迷雾者的路。 基督教徒，他们呢是迷雾者、无知者。这个章节虽然简洁，但它包含了任何一个《古兰经》章节中都没有涉及的内容。他提到了认主独一的三个方面：真主的养育性的独一，真主的受拜性的独一，以及他的尊名的独一。阿拉说：“我们只崇拜你，我们只求你佑助。” 这就是安拉的尊名和属性的独一性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按照安拉给他自己和使者，的圣训当中记述的关于安拉的完美的属性，来确定安拉的属性和尊名，不改变，也不废除，也不形象化，也不举例。安拉说：“一切赞颂全归安拉。”这个章节还包括确定圣品。安拉说。 求你给我们引领正道，确定各种工作要受到惩罚。安娜说：“报应日的主确定了安拉的万能。”安拉说：“报应日的主确定了安拉的万能。”反驳异端和迷雾的人。安娜说：“求你给我们引领正道，正道是了解真理并实践它，包括虔诚实意的崇拜安拉。”安娜说。